是薇薇。我们这个礼拜呢，举办了我们社团的团路，那地点在哪里呢？就是在大家只要是团路都一定会去的地点，就是南投草屯的大卫营露营农场。那一样，我们会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营区。这个营区呢，它的入口非常的大，所以我们的露营车非常好转进去。那我们从这个营区的入口开始跟大家介绍。进来之后呢，这边这个就是营本部。这个园区很特别，就是它整个园区呢种满了荔枝树，所以呢，如果在荔枝产季的时候呢，还有开放免费摘采哦。那我们现在继续带大家逛一下园区。那大家有没有发现它的那个荔枝树种的地方呢，它就是不规则的，所以呢，它并没有硬性规定说你的那个搭帐一定要在某一个区域，好，或者是就是被局限在里面了。那它这个营地的好处就是你可以随意的搭帐。在我身后这个就是雨棚区，那它同时也是舞台区，所以如果办活动的话，可以在这个地方哦。那我们现在来跟大家介绍一下浴室跟厕所。那它这个营地呢，有三个区域都有浴室跟厕所。那我们介绍其中一区，就这一区。大家看一下它的浴室跟厕所，其实整理的很干净哎。它有两个蹲式的，然后有一个坐式的厕所，然后它里面呢就是都有卫生纸。你看，超干净的，对，好，很干净。都有附那个卫生纸，旁边是小便斗，然后旁边是小便斗，有两个。然后浴室的话呢，它有四间，你来看一下浴室里面，也是很干净。嗯，对，干干净净的。在厕所的旁边呢，这边有那个冰箱跟饮水机，还有脱水机哦。那为什么会有脱水机？因为旁边这里就有戏水池，那它这个戏水池呢是夏天开放哦。大家有没有看到它的草地顾得非常的好，而且最特别的地方就是它愿意让露营车可以停在这边哦，是不是超棒的？嗯，露营车友善。对，因为很多营区就是它不接受，它会限制。对对。但是其实露营车对于草地的破坏其实是很小。是啊，嗯，所以我们非常喜欢。你看它整个环境超大的，这整片哎。嗯。那我们这一次团露呢，有大概39帐，将近40帐，这整区都是我们的哦。等一下晚一点我再分享给大家。那跟大家介绍一下，它的水槽跟电箱，它都是散落在各区，哦，所以它等于算是公用的。对，因为它就不会是固定一帐一个水槽或是一个电箱这样子，所以大家就可以随意的搭帐。对。那我们看到后面这一区，我们全都包下来了，整个营区几乎占了一半，我们全部包了。对，因为老板很大气，老板就说，那就干脆这一边全部割给你们使用。对，因为他原本是可以收100多帐啊，但他这一次呢就收了50帐而已，所以我们整个空间超大的。哎呦，这边还有沙坑哎。嗯。哇，小朋友如果要玩的话，那他现在把它盖起来是怕下雨。那另外一区的浴室跟厕所呢，就在沙坑的旁边，就在这里。嗯。然后它一样就是4间的那个浴室。然后2间的蹲式厕所跟1间的坐式厕所，然后2个小便斗。那在这一区的那个浴室厕所旁边呢，一样有冰箱，可是呢它就没有饮水机，也没有脱水机咯。现在差不多下午的5点，已经一堆露友陆续的进场了，大家看一下。我们今天晚上吃锅，因为我们今天要安排那个就是所有露营车他们放的位置，然后呢，所以还就加上冷冷的天，所以当然吃锅最方便。我们今天吃汕头火锅。还有12台还没到，等他给到齐。
有的。因为现在很多这种有没有都。摩托车超方便。哇，这是秘密基地吗？太可爱了吧！这是看起来很温驯呢，哦，很温驯。我看一下，哇，这么漂亮的波妞哎！好漂亮哦，哎，它真的超漂亮哎！走错路，要再去绕一圈。绕一圈啊，这边是限高啊。那我们看到，我们还有史努比拖车自己打造的哦。然后他那个摩托车，你看，喜欢什么卡通人物，拉拉熊都可以，对，拉拉熊，对。對啊、然后呢，他还送我一个礼物，帮我画的画像。哇，好棒的礼物哦！太厉害了，真的太厉害了。欢迎来。看我，一二三，看前面，他不想看前面。这是今天王东送给你好了。不想摄像头。里面没有钱，我不要。你讲，好好聊天。老爸塞钱，对不对？老伯塞钱，好好聊天。老伯塞钱，太夸张了。而且要千元的，看到他就不会哭了。对，他只收千元的。我们的路友陆陆续续的进来了，看到后面这台有没有？哇，昨天微微因为是尾牙的关系，排队排要买那个挂包都买不到，然后非常的含恨。那今天呢，特别我们的路友在这边准备挂包，哇，终于可以吃到挂包了，好感动哦！来看一下他们准备了些什么，现场煮哎，对，哇，晚上就有挂包吃了，深夜挂包。你们以为只有挂包可以吃吗？没有，我们还有另外一托，来看一下，看到没有？还有调酒哎，晚上又可以喝调酒，好棒、哦！没有，人家现在已经开张了。啊，对，现在就可以开了。对，现在就开喝了。现在也开喝了，下午两点喝酒。哇，还要点什么来？快，这么多，要咖啡也有咖啡，然后微醺系列。问一下要喝什么？快。招牌是什么？哎、欸，看到没有？这边写了"微微爱旅游团路"哎，你看，特别为了我们的团路，真的太丰盛了。好了，先开喝。好，开喝，开喝，开喝，随便，这最适合我。好，老板来杯随便。随便是什么？随便就随便，所以就是你随便调、啊、好。对，来一杯随便，因为一杯就醉。对，因为微微有那个选择障碍，太棒，这深得我心哎。不是马上喝醉。安排哦，不能放哦，谢谢。这里因为安排一位，来 ，Hello。老这边明仔你准备。来，微微。啊，可以了，好了。哇，太棒了，怎么那么快？哇，这杯叫漂亮的、哦，这叫随便。来喝喝看啦。随便是什么口味？哎、欸，好喝哎。喝起来它就是有那个七喜，对对，七喜的味道。好喝，原来随便这么好喝。随便就很好喝。对，随便就很好喝。嗯，你看我们陈龙龙多么用心，他还用了这样子我们微微爱旅游，你看我们两个人的照片，要分送给所有路友们哦。哇，太用心了，太感谢了，感谢感谢。参加团路，谢谢谢谢。小礼物，小礼物，谢谢。要跟他讲，我怕我没有。一份卖多少？是扫码吗？扫码，要支付。扫码部分，谁洗一块？小姐一块啊。这个肉很大块，好大块，肉很大块。可以教我怎么弄吗？我回去一天都用手做。哇，你们设备都好专业啊。就今天录影的东西，昨天就不开了。对。所以就一直被骂，昨天就一直被骂。哇，喜欢哎。你看
多专业，连爆米花都有。我不会咖啡啊，要不要？香料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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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宇松现在要变成固定班底了，对。啊，我们直接都帮你报名。以后直接排第二号。这么够追的潮湿。我刚才不讲。在脸上。哎呦，柠檬塔，你看最帅的这个主厨。我们的帅哥小伦，对，哇，柠檬塔。吃的哦。好，所以他会检查这些吗？吃一个来。他不会检查，就是这个。柠檬塔，哇，来这里真的太棒。对，那真的晚上不用煮了呢。这些标签的人去看。也就是说，你在浏览的时候，它会出现。好吃，哎，好香哦！啊，不温腻耶！谢谢小伦，谢谢。好吃。吵架了，吵架！你看，太过分了，又不幼稚啊！以后大家，这个是随便吃，看到没有？太过分了。真的啊？真的啊？对啊，你看，就拿一个碗，对，然后就走，对，他可以吃。真的不用煮了，你看。对，你看。又有路友提供，已经弄好的。对，我们从下午已经吃到现在。真的，这不胖可以吗？对，太感谢了，太感谢了，赶快，赶快。没有。不要用这么前面了，好香哦！现在是讲试吃时间，对，豆干，我讲酱可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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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，谢谢，谢谢，感谢，感谢，感谢，不用，不用，不用，酱可以，酱可以，然后我们来，哇，好香，好入味哦！所以你们是在帮忙吗？对，对，帮忙卖什么？芒果干，还有辣椒酱，哦，好，还有面包，哦，好。哦，太厉害了，太棒了！所以小姐是哪是？我们在帮，我们在卖芒果干了哈。你帮我那个没有，我坐这边。对啊，小姐的。好，先生的是什么？你是我 K K 哦 ，K 两个的，那就好了。哦，不要香菜哦。可以，酸菜跟粉都可以。OK。好。酸菜，酸菜多点没关系，还有加辣没关系。生面包包。啊，我手机可以。所以 K 的是不要。老公会自己回家，你知道吗？他说老公还要办完以后会自己回家，还要道歉。老公，你们要不要加一片豆干？好。好。感谢哇。哇，你看我们这个特调的哦。特调就肉大块，然后又食物鲜美。很香哦。是一样吗？没有，你看他那门上面写什么？是吧？还有一个区的还没有，剩下都是自己的。就这个，这五个字。鱼路游台湾。拜拜。来了，立马订阅。忘记了。不要辣，对不对？要香菜多。对，香菜。会有人不要香菜吗？会，有。有啊，我们有些客人就是不喜欢，他老婆就不要香菜。真的吗？那这个少一味，真的不要香。那有人要不要花生粉吗？有有，我们也遇过，还有人不要酸菜的都有。那有没有人不要那个？不要肉，不要挂包，那只要肉。曾经有客人问我们可不可以分开装给他，然后他会说他自己在添加多加肉。我们今天晚上本来要自己煮的，结果没有自己煮，已经被旁边的路友都给喂饱了。然后现在你看。还有挂包可以吃，哇，真的是太幸福了！真的，好香哦。有重点是有一种一定要加的，是什么？满满的香菜，因为微微超爱吃香菜。还有谁？谢谢你，我每次来都吃。你们讲给我。他是走了不好。拜拜，他是进来。